在我后面是 Hotel Inn Hotel。我刚才睡了一个小时而已，现在就来面试了。面试的话成功，那我跟他谈说我要50%，他就说 OK 啊。而且这个雇主还不错，他是菲律宾人，那他只有测试我的技能嘛，只有5分钟而已，他说很棒 OK， 你可以来上班了。所以这应该是我在温哥华最后一个面试吧，目前啊，之后还不知道会不会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在找。又来到了后面是星巴克，这里的话，如果你没钱的话嘛，你其实可以跟那个他们的公车司机讲说，我没钱可以让我坐嘛。这边的司机其实都还不错，都会让你搭，但是一般都是那种流浪汉啊，没钱人在要求的。所以我不知道他看到亚洲脸孔会不会也答应让你搭免费的公车。这个公车很漂亮。Don't need. Can you give me a bag?